如今的斩尽如是是奴会说法，就是变坏定调。三头木盖的红衣点真正改运，最了是会引发更多的死亡。但木盖是咱的根基地，一体两面，最为难。忽悠兄弟，如今木盖幸福，生如寄亲，该是我当初的时机吗？你看到我沾满一身挥之不去的风尘，再让我断一刻，一定重欢吧。太后不顾其心，就是替阮之事。神圣之前战士，武林千百之威，有一个基因的帝王，而且唯有天母招产。就好今日也站在朕的帝王，一回帝王之子。用帝顶老之子乃是非凡公子，无愧之身，非凡。这是杨九的顶层，具有不同的气度与风范。天魔可以前往一回，请为魔界主事。一定是无愧之身，一回无愧之身，怎可能比我受了为师傅？不错，叔叔。伊的目的就在于魔亏，天魔不红，所以找出魔亏。魔亏像是地窖，又无魔界之中，想必会患有难生的血路。以天魔的气量，必定将刀剑相磨，愿以性命相陪。魔亏如此真性情之人，应竟然成为天魔得力的左右手。以此来。天魔定义得了两名良才，国君重在难神。可以，我已前往一次。要有关刘龙家之事，一岁不管枯缩在魔界。不红，那依我该前者前往幻府。因我天魔是否听过不知道此情？能。我以为是叶修天背上之刀，不知道伊多该用刀架起团水，其名由来乃是杀人不出第二刀，并有刀侠之名。叶修天背上之刀名为雕，是刀侠之专属用刀，所以有人称雕为不二刀，刀侠也因此被称为雕不二刀。成为毒枭，一刀还属于小辈。会呀，是因为团水毒枭心胸大侠气，让人一见便起杀意。有人虽是刁刀大有侠气，虽发不义，不过毒枭曾因此侠气杀了无数之人，这是事实。为何我比咱听水此人？不知道抛弃雕刀之乡，消息武林寄救。只是最近我听说在南武林之幽兰境，可见得不知道的刀枪，所人都发辛苦，天魔应当注意。你以我公家用意时，不过这人寄进，同时归回专林之际。也要天母之气吗？一心定念，本非玉骨冰心。如今魔界大局已定，同时恢复无垢之心。你果以如此，必不过一人定存良心计。以及天母再需要无垢之心，
玉骨冰心足以四秒修我。不过，天母，别不过一心定故，已经累了。你心已记过，我也不再强留。曾经上高一顶，不过终生难忘。我心也懂，天母保重，别发三千换四团，玉骨冰心胸从容，红旗走故自战将，青袍一步俏金庸。怪我在此时离开天母吧，你不过下尽一心红顶，只为一粒胸脯，是用十分的良心计，正代表该是离去的时刻。代表是稳，是重，是失望。